不管月圆月缺，不管花开花谢，我在世世地地戏啊，应该时间很长。我觉得应该是唱歌吧。唱歌，唱歌，因为我唱歌很久了。不，他身心里不是这样想。是，我觉得他比较喜欢演戏。不是，我觉得他说唱歌，然后他又想一下，因为唱歌唱完就马上领工钱呐、啊，拍戏要等两三个月才可以领工钱。师傅，上天师傅乱说，我没有这么想。新传媒有没有欠你钱？没有。没有，阿弟们啊，片酬很高吗？对，没有啊，他们小孩子拍戏拍的自信能拍了多久？拍自信了，应该两三个月这样。拍两三个月，就每天吗？每天拍，对，每天拍。嗯，他跳，因为他有读书感。跳，而且啊，他拍自信呢，这个部可以说最长啊。而且我看他的脸啊，刚好那时候在播的时候播那个，他得到青苹果奖，五个人嘛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呢。是。哇，拍到他的时候，哇，厉害了。怎么样？我真的真的啦，哎，新人呢，第一次拍哦，是来自外星的男人嘛，来自水星，水星外星、哦，你要几个外星啊？所以你别跟他讲啥啦，一句在靠边靠步了。好了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唱歌也进步了。